目前来看，啊，这个贸易争端肯定是对啊中美贸易会带来一定影响，并且会对全球贸易啊，前呢，这个我们会这个对啊这个相关的产品按照啊海关的啊执法规定啊，从最新数据这个看呢，我对朝鲜出口已连续11个月下降。自朝鲜进口也连续10个月下降。那么执行安理会决议呢，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当履行。